芙蓉镇是我拍摄《天山传奇》《牧马人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之后又一部反映现实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影片。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，我感谢忘记文化大革命。我要说不，文化大革命我们不会忘记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个灾难的年代，血与火洗劫的年代，对每一个中国人经历严重考验的年代，怎么能忘记呢？这个女主角胡玉英是一个卖米豆腐的非常善良的女人，在她的生活当中曾经有过很短暂的幸福，但是到最后都成了一种痛苦的回忆。她爱李满庚，但是不能跟他结合，因为他们成分不配。她不爱贵贵，但是却跟他结了婚，可是最后丈夫又被逼死了，她自己成了富农婆，成了一个扫街的寡妇。她非常需要一个丈夫，可是她又不敢去爱秦书田，因为她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。可是命运偏偏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了，这是因为他们是人，是人。运动了。